几个啊？一对五吗？还是一对六？一对七八。哇，都羡慕。我顶不住了，我想不行。可是有时候我会飘走，一群女生六七个，她那个威力啊，哇！我后来发现我顶不住了。去拍摄的时候发生很多趣事，我们认识女人嘛，然后她就扛了鼓掌。他拉近演员之间的距离，我们就会一群女生带着我一个爸爸，我们就是出去逛街，然后出去玩，去吃东西，然后坐电车，香港的电车，然后在电车上拍很可爱的照片，然后我就要跟着他们在那边，哎哎，当个王美，看我看我，然后我就负责帮他们拍照。刚开始前一个小时我还可以，因为他们一群女生六七个，他那个威力啊，哇！我后来发现我顶不住了，女生和在一起是真的威力是蛮大的，小女生是真的蛮可爱的，对，真的是蛮可爱的。那一群就是从那个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有这样子。对，她是最大的。你到底带几个啊？一对五吗？还是一对六？一对七八。哇，都羡慕不？我顶不住了，然后我会干掉。可是有时候我会飘走。你们又要想怎么吃怪标题？对对对，一对八顶不住，但也值得骄傲。一对八，干掉。肌肉香港。一对八，我老顶不住了。就这么像。嗯，我喜欢。你这两部片就是《蜘蛛》跟《这一部单人堂》，就是身材变化都是这种变化比较大。直到四十岁之后，会不会想说避免身材变化大这种？之后可能也不是我想做就做得到，代谢的问题。四十岁以前多尝试喽，人生也没什么机会这样。四十岁也没有谁，因为再也回不到四十岁了。我可能之后就是往五字头迈进。那总不能下次可能要遇到的人就是，哎，吴康仁你已经五十岁，然后有导演说你去演个二十岁的好不好？那类似这种事情，以后也许 AI 科技发达，谁知道？所以穿制服你不行，搞穿制服没有，是在高中生。对，演搞笑的吗？纯爱，纯爱，我五十十八，五十二。哎，可是你也二五，应该还是有穿制服。对啊。特写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会有纹吗？不然就不要笑，不要笑就不会有。高冷学长，哦，吓到我了！他连人设都帮你想好了。高冷鼻孔看人类，高冷老爸，可以，高冷老师看语文学生，挑战世俗价值观。你会有重要率，就是不能再演年轻的角色，哦，还是不要让人家眼睛不舒服，大概自己知道什么年纪的人演什么样的戏。不要让观众觉得我到底看的什么？